摄影费了，我不能放到我网络的网站，我要把它撤下来啊！除非是因为我今天去拒绝他的所有的要求，我给他骂，在那边给人家砸遍，或者是我在那边给人家操你妈，把他压了，那个才可能会有造成争执。可是没有啊，我全部通通给你啊，我就那我自己妈妈干什么事啊？我妈妈都不行，没有权利都没有啊！乔装扮花魁被前蓝里店家回应，许文婷四月度新房改五十天一次。这个是上帝视角，绝对不能穿内裤。当然，胸是胸，腰是腰。常常到日本浅草体验花魁装扮，却被以各种名目额外收了台币一万多元。店家后来呢被狂刷负评，亲自回应，诚实对待每一位客人。他说摄影要钱，一万块。好啊，那就给他吧。他很随便，他没有精致化，然后也是外区两万。阿哲姐姐，下次我多留再来。但是去那个日本体验，那你们看到店家的新的回应，就是哎呦，不管人家回应什么，每一个旅行、每一个 moment、每一件事情，我都是把它拍成影片，就是把它当成我的日记。我会给你摄影费了，我不能放到我网络的网站啊，我要把它撤下来啊！除非是因为我今天去拒绝他的所有的要求，我给他骂，在那边给人家砸遍。或者是我在那边给人家操你妈，把他压了，那个才可能会有造成争执。可是没有啊，我全部通通给你啊，我就那我自己妈妈干什么事啊？我妈妈都不行，没有权利都没有啊！你看我懂这种，我也不会跟他争执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人做人的最大的应该的基本尊重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他要什么我就给他，那我自己妈妈有自己的，可以吧？啊？他因为我担心我这个就是我这形象，我这个有什么问题，我不要放了，我真的要让人家这么做。就是每个不同的东西就是有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看法嘛，那就是我频道多元的原因。有订阅了很好，最近才刚破30万，希望朝向百万 YouTube 前进。喜欢就是不喜欢你录，我会用我的力量喜欢你给大家看，我不怕经历过这么多的挫折，这就是你的人生。话说啊，今天是许文摄影公司的开幕活动，准妈妈也挺着四月孕肚首度亮相。我到时候会自然，我已经没有力气用力。怀孕后上围有暴涨吗？暴涨，他每天都在看啊。暴涨，跟海水暴涨一样。很痛，很敏感，加上一碰你就会弹开这样。哦，还不至于，还不至于这样，只是就是不能摸太久，我就会不舒服。上次去参加美记者会的时候，那时候有说一个礼拜要做5次。那现在医生有要求老公禁欲？医生有说了，就前3个月要避免运动，激烈的运动。所以我们还是会去上网去查一些相关的知识，就是孕妇期间，你知道吗？有些动作避免，有些动作比较适合。我们就又没有了解哈。次数就比较减少了一点。对啊，对，五十天一次。这样可是多傻眼。谢谢，谢谢哦，谢谢哦。